全美票房大热，真人真事改编，一首永恒金曲背后不平凡的故事。Where's Mama? She's gone. 被誉为近年最激励人心的电影。You know I love you, right? Beautiful story and positivity and uplifting for their hearts and souls. 宽恕别人咧，系真系其实好困难，好困难嘅。系释放自己啊，即系放过自己。因为每个人都会犯错，每个人都会做错嘢，冇人系完美嘅。我哋本身都系一个等待别人去饶恕嘅人，又从呢个角度嘅时候，点解我哋唔可以去学习饶恕别人咧？一个力量咧，去同家人啊或者身边嘅朋友去弥补关系。我谂啊，宽恕，我谂对于我嚟讲唔系太大困难嘅。记啲开心嘢咯。系咯，记住啲唔开心嘢嘅话咧，你就会积聚啲唔开心。自己本身入面已经很开心，就其实不会那么容易嬲人的了。我感恩的，我将这套戏会可以帮到很多其他人。你看吧，看完之后希望你都得到这份恩典，祝福你。见证美好的生命奇迹，感动疗愈千万人。想跟认识你，5月24日，错失太易，爱得太迟。